大家好啊，今天又是这个莫名其妙的图墙节目。为什么月底才跟这个视频呢？其实我买这些装备啊乱七八糟的已经买了好久了，但是我也不是不知道啊，我真的没有技术，纯靠底子撑着。但是因为最近的脸有点膨胀，就感觉底子也没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所以说我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，一直盼望着我莫名其妙会瘦下来，结果并没有。不过朋友们，我想开了，胖就胖吧，反正有这个修容是不是？行吧行吧，反正今天要化的妆容是一个非常的夏天，非常的少女，非常的干净，非常的清爽的一个草莓妆容。那我们开始吧，今天先把美瞳给戴上。还有就是再次声明，我化妆纯属娱乐，没有任何参考价值。哇，我最近的皮肤状态是真的不太好，因为明天我又要去北京，然后特别多事，睡觉睡得也就不是特别好。上次我看到有人提醒耳朵痒，唉，遮瑕。底妆搞定，换了一套刷子，因为之前不是都是一笔走天下吗？我现在就是说想好好的利用刷子，每个刷子，哇，哇，好舒服啊。这期没有推广啊，这期没有推广。然后我还买了一个阴影，我又看好多人都推荐这个，所以就买了，不知道这个好不好用。哇，这个颜色真的可以，比贝玲妃适合亚洲人多了。再说一遍，没有推广。哎呀，这个眉毛我现在很后悔我刮了它，其实没必要，但它长不出来。对称，然后今天我打算把眉毛弄得棕色一点，因为我可能要戴一个棕一点的假发。怎么办？看起来好奇怪啊！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好像有点失败，不然我得贴成这样啦，把它给撕了，怎么撕不掉啊？哦，撕掉了，贴上去了吗？应该贴上去吧。嗯，可以可以搞定。哎，感觉我戴上了这个双眼皮贴已经长得有点不一样了，你们不觉得吗？哎，比起美妆节目，我真的觉得我这个只是一个换妆节目。晕染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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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了，越画越像被别人揍了。我这以为我不能退步了，但是我看来低估了我自己。我好开心啊，太开心了，化妆使我快乐。我看他们都是这样黑，但是我为什么不行？哇，不行啊，越擦越……哎，有人会把眼型画成这样吗？没有吧。我感觉我美妆视频做不久了，因为每次化妆都是一样，像我这种没有技术的人就会很枯燥。哇，我这睫毛怎么那么多呀？哇，这打底膏也太神奇了吧。不是，感觉用完那个东西以后就瞬间眉毛多了好多。什么眉毛？那个睫毛啊，怎么办？妆容真的好脏啊，刚开始还说的什么干净清爽，然后现在就妆成这样了。高光，就要可爱，把嘴巴给嘟起来，好恶心哦！我在说我，嘟起来，腮红，腮红，我们要多打一点，可爱嘛，鼻子红红，可爱，可爱，好奇怪，今天一定要弄个那种草莓红的唇，这是整个妆容的重点，感觉不是特别草莓，算了，还是用眼影当口红吧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少女很草莓？哎，这次怎么感觉有点丑啊？哎，好奇怪呀，我总觉得哪里有点怪，但是我又看不出来。其实每次化妆其实还是得靠审美。算了，就这样吧，放弃了。所以说怎么才能看出来是一个草莓妆容呢？那当然是得别上一个草莓了啊。好可爱呀。说实话，感觉这次画的是那种很自然的妆容，就不会很浓，就是画跟没画就没什么区别。
那么我去换个衣服。又到了你们最喜欢的换装环节。怎么说呢，我知道你们想看什么羞耻 play， 我很害羞的那个样子，但是我已经习惯了，我上次不都穿过了吗，对吧，这有什么羞耻的呀，啊，这很正常的，我感觉不太正常，没有关系，我现在心理素质非常的好，我现在就穿个裙子嘛，我是女生呀，你看我买的这个袜子，哇，不会吧，这怎么是透的呀，这怎么那么透啊，我的天哪，你们看看这个袜子，看得到吗，看得到吗，是丝袜呀，这个是丝袜啊，转啊转，我只要催眠自己是个美少女，我好可爱呀，跟你们说，我现在就要穿着这个，带着这个蝴蝶结出去，我不怕，我什么都不怕，这有什么的，不就是普通的裙子吗，再说那么好看，我不穿出去秀一下不浪费吗，朋友们，太热了。哎呀，你们看看我的小脚丫。什么？你这什么打扮？我这就是一个很普通、很好看的裙子而已。我感觉我的妆都化的差不多。太热了，满身大汗，拿瓶可乐。刚刚那个人其实认识我呀，但感觉他认不出来。美女，我还没看出来呢。没看出来。好久就没看到你弟弟你们两个了啊。是啊，走了，拜拜，再见。我又会超级超级尴尬呢，但是真的没什么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我好像越来越喜欢小裙子了，哎，好好看，你们不觉得吗？我知道很多人跟我一样，刚开始就鼓不起勇气穿就是这种小裙子嘛，但是我觉得呀，还是可以试一试的，真的非常值得一试，你可能一试就一发不可收拾。我的妆完全化了，每天化妆的位置一出去不都妆都化了吗？好吧，那这期视频也就这样了吧，要是大家喜欢的话，一定要给一键三连啊，一定要心就先来多刷弹幕，然后主要是看得开心哇，蚊子好多呀，那这期就这样了。